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我们上吧。 凯南这英雄挺费查克拉呀，我发现。三个技能正好200查克拉。全军出击，准备。 头像挪一挪，好的。急如风，点。点，这玩意儿挺烦人的，我这不够呛了吗？哎呀，我操！哎呀，他有闪现啊！ 我觉得我们没有三级之前，最好是略微小心一点。他容易闪现瞪我，瞪我可能就要够呛了，吸点血吧。啊，这回无所谓了。嗯。哎。要利用好暗影。哎。 该出击了！哎，死了！<笑>这。 再帮我推一波，来，帮我推一波，回家了。这英雄一技能加那什么，加攻速。 稳住！好啊，先来个这个吧。先来个发电机吧。哎，以前凯南一技能加护甲魔抗呢，现在不加护甲魔抗了，现在加攻速。急如风！谢谢鲁右范先生和萌萌哒慢宝。 的飞尖，谢谢，先插个眼儿，抽一下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点，呜呼，点，中标。 点，哎，不补刀了呀？这，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
那小兵别追我，讨厌你！守护万物之金。我生了。谁来了？妮蔻吗？一看这就是后边有人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人他敢往上上吗？我六级他五级，我不电死他吗？哎，你他妈咋那么嚣张呢？啊，你后边有人好使啊？我一个六级的万雷天老隐，你跟我这样狂吗？有人好使啊？是打别，又坠阶了。谁的阶？哪里又坠阶了？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哎，哎，哎。哎呀！哎呀！死了！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！呦呼！哎！我会发现这玩意儿跑得真快呀、啊！我们上吧。那黄纸100%在里边不能走，你知道吧？呀，走了。哦，那这波可以干。点哪有虚区呀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万雷天老眼。哎呦，你要万岁！哎呀，我的炮车！电一下。回家吧，把推推棒除了呀，2150。这。那这样吧，搞个皮鞋出来，一会儿出一个美甲铁魂卷。这英雄全军能起来，这直接就无敌。这英雄连沙漏现在都不用出，出什么沙漏？进去就放电，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AD 伤害有点低呀。点 Q A 再 A 再 A 再 A 解字拉接控接屏呗接屏呗接屏呗
该出击了。让他砸死，这个伤害那么低呢？这波这波伤害有点低呀、虚区有点低，给换了，换了不合适。他出个破右装的就开始混吧混吧混吧的，兵太多了。跟兵多没什么关系吧，这跟兵有什么关系？100点魔法伤害，每0.5秒持续3秒，也就是600点伤害呢。均衡，存护万物之间。这波死的不好啊。死了，一号点。哎呦，他为啥要交疾跑啊？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这边他回不回家其实都行，他不回家呢我就把他杀了，他要回家的话呢我就把塔迪都死了。扣一下，扣一下，点点点，多拉点。要脱落了，快点拆吧。准备。烦人呐，哎呀，我那啥了，我傻逼了。这不塔皮没吃着，靠。出击了，是是是，现在推推棒伤害好低哟、用好暗影，插个眼儿，落手已经崩溃了。那凯南确实就克着落手，这很正常。凯南这玩意儿呢，线上恶心死。打又打不死，他有 E。我直接猫着呀，忘出美甲窃魂卷了，这不二了吗？均衡，存护万物之间。
一会儿我们该去打团去了，这属于团战英雄。好，就是查克拉不太够，我看看这卡萨丁要蓝不啊？152他不配，我们拿蓝。走，哎呀，这波团战我们不无敌了吗？赶紧过去啊，赶紧过去支援一周。那算了吧，不去了，我就打个蓝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打个蓝 buff， 这样我们查克拉回的能多一点。可以上。来，你在旁边。没人呢，这不打团战啊？你们知道这12级的凯南现在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进团战游戏就结束，只要我进去了。嗯，我都不在旁边蹭，我就得进去就完事儿，甚至我蹭一蹭杀伤力也是很大的。艾欧尼亚万岁。看看咱的地区，再来个大棒子，出完这俩直接美甲窃魂卷配法钻棒，然后出个沙漏就完事。滋啦，你看这梅音瞬间融化。闪现留着啊！哎呦我卡萨丁，这卡萨丁1-5这么猛吗？没想到啊，卡萨丁。会撞着你的，你放心吧。打个蛤蟆，这别上啊，别急上，这老母鸡上了就上了，我们搁后边这波就打一打，抽一下一上来撕拉定住送抽，这是个假的。这也上不去，哎，算了，小龙没了没了，回家了。呀，他60块钱猫着了呀！这老母狙怎么老送人头呢？
这波我们是无敌的，给我来来，进场就全死。算了，我看这也没有人，去下路推吧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怎么我一不搁那就打上了呢？我一不搁那就打上，我一搁那就不打，我一搁那就不打。滋啦！哎定！滋啦！好爱人！哎，开个中塔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谢谢。好像不用叫加血，锤石来了。守护万物之间，这推的腕多长时间冷却？40秒。尽量保证自己别死啊！现在，那维恩还出破败，等他出完破败，我们就法穿棒了。下一件装备他可能要出魔抗，完事我们法穿棒。我这闪现到现在都没用过，因为中塔一直推不掉，你知道吧？能不能把中路防御塔给他推了？你们到底打不打？你们不打的话，我就是推荐你了。嗯，没事，他们应该不能打大龙。大树这不白送吗？大树。这啥呀？这是给我控制的动不了啊！完了，刚这波没让我动弹，这禁锢了呢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3个飞机。给我一顿控啊！什么东西给我控住了？哎，我没有被妮可大招打到啊，大树大招也没打着我，就黄子给我框着了。小龙吧。妮可的异能，哎呦我操，好高！
哎呀，刚才这波应该用推推棒蹭个助攻好了，没关系，马上十六级，十六级我们还是有点无敌。500块钱，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，十六级了，猜吧，那俩人没伤害，俩人没有虚区，1650法传棒，均衡，存乎万物之间。你看，你要没有法传棒的话吧，他们这全是魔抗，一二三四五个人魔抗全都起飞，没有法传棒的打不动人，那必须得来点魔抗。准备，闪现了，是是是，周六怎么没有1.2倍了？周六2倍可不没有1.2倍了。我就想知道对面现在在等什么呢？在等我的闪现呀、啊，还是在等卡萨丁16啊？你们现在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。别越塔、啊，等啥呢？四狗屎来，开大定，没定出来呢，前面剩俩前排还行吧，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沙漏了啊，现在这波需要一个沙漏了，让你不出金身，这不马上出呢吗？着什么急呢？你很急吗？啊，先剩一波，剩俩前排，下边小龙可以拿，我冲，啊，小龙吧，
小龙直接拿了，直接打呀，开开龙，开龙，叮叮，这咋叮不出来呢，我操，死得好快呀、啊、不让我盯啊，不让我盯啊，我发现下回我早点盯吧，我略微盯的稍微慢一点，他个 W 就死，下回我大完直接盯，大龙没了，小龙谁的？小龙也他们家。你们不打大龙，要推基地呀、哦？啊？那我还有点厉害啊！走、哦，打大龙呢。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，下回我直接自己一个人往人群里边一冲，咱也别管别的，闪现一技能直接进去大叮，嗯，就叮，关键我有美甲窃魂卷，你知道我不太想卖，这帮人吧他有点烦，算了，撤吧。大的黄人好像秒不了，撤一走吧。看大招。哎，这个秒表啊，我摁了是不是就顶了？啊，没顶啊，没顶，没顶，1950，差500块钱。1950，OK， 差50。但我凯南玩的确实不太行啊，这英雄。你都没见过我玩，我不寻思你们天天看着两个腻吗？我不寻为了你们，整的这没不整点花花的再腻呗，嗯。来，可以通关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开始了。赶紧跑！呀！这家伙！他们也没兵线呢，硬顶着才呀、啊。